喜欢的那个人身上有光，挂而不要，与光同尘。最好的确信就是你等的那个人恰好也在等。签证、行李都不用你操心，你不是想看极光吗？文少卿，我曾视你如梦想，不是理想。理想可以靠努力到达，但梦想是上天的恩赐。何其有幸，我拥有了你，老公。我爱你。